小蛋仔们，金皮肤兔露露看着外观也太可爱了吧，加拿风的大帽子，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可爱软萌的大耳朵，谁能不心动啊，心动不如行动，接下来我们就开抽。 OK， 给我2000多的蛋币，我们先换100个元币，看看奖池里两个配饰一个动作，好，第一发看看抽出什么。40超的纤维，没关系，一棒捡来的。第二发又没元币，第二发就出了紫皮动作，月下之舞，这么说我这是要当欧皇的节奏啊。不会下一发就是兔兔吧。好好好，刚说你变良心了，顶了顶甜头，等我就来一巴掌是吧。第四发，是4个许愿币换来3枚彩虹屁，你是懂做买卖的。第五发，18个许愿币，好好好，在第五发出了第一个配饰，露露随身音响，欧气快来。我要的是皮肤啊，皮肤不是你彩虹屁啊。下一发已经到了26枚许愿币。好，第二个配饰也齐了，看一下转盘，还剩3抽，那我肯定是8出拿下。刚一，你要让我打保底吗？只是一个小女孩，静静的睡觉了。有一说一，这也太可爱了，为自己摸耳朵的兔兔宝宝，一边发送爱心，一边还会害羞，同时还3个染色，蓝毛深得我意。我们再给他梳妆打扮一下，眼镜是这个戴法吗？果然是前卫的时尚。那这个小丑鼻，戴脑门上了。接下来试试手感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尤其是这对大耳朵，走起路来短短的，还是渐变色。最后我算了下，我是花164枚彩虹屁拿下的。小蛋仔们，你们觉得这个皮肤值吗？